刘文亮先生是近代台湾歌仔戏音乐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毕生为歌仔戏谱写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作品。唐美云歌仔戏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特别邀请歌仔戏名角同台演出经典唱段，纪念这位戏曲界永远的大师。公视表演厅亮歌。